非常谢谢美丽家人又找我拍杂志，然后非常开心，又来到漂亮的海滩，天气也很好，风很大，东西又好吃，今天拍摄非常愉快，来吧，拉花调酒，啊，咖啡拉花。咖啡拉花，我选择咖啡拉花，因为我会咖啡拉花，我不会花式调酒。但是我咖啡拉花拉的不好，还在学，等我学好了再告诉大家，可以吗？你这个拉的是什么图啊？爱心，还有一个坏掉的、怪怪的图案的一个花。这个复胖吧。没有人要选失恋，失恋不好，失恋我有时候失恋对一个人是健康的，那就做吧。复胖其实就是因为你是从胖变瘦，你复胖的原因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回到原本的自己，那不算是不好的事情，然后你再瘦下来就好了。非爱不可之转角的夏天，转角的夏天吧，今天像夏天一样，转角的夏天。然后每次都说非爱不可，就是那几首歌。这时候不要再 Q 音乐进来了。攀岩，因为那个最近开始学攀岩，我攀得非常的不好，所以觉得可是非常好玩。那女生攀岩特别好，所以美丽家人的读者，你们可以试试看攀岩，而且女生攀岩会比较学得比较快。榴莲吃过炸虫子，以前吃串冰的时候吃过，串冰里面有时候都有那个这个脚啊，小强的吃过，但炸的没吃过。所以听说炸的虫子呢，好的虫子是非常高蛋白的优质蛋白，很多科学家说未来的日子里呢，草、蔬菜、动物都被基因改造过了，为了要繁殖去喂我们人类，所以已经被破坏了。唯一能够吃的蛋白质，好的优质蛋白质，就是虫子。吃炸虫子是未来的趋势，炸肥肥的那种虫子，一咬出来喷，哇，这一种。好怕你接到蛋。好害怕，但可以吃吃看。听你说错。挺举做得不好，深蹲吧，深蹲比较简单，挺举非常复杂，自己也在学，但挺举是非常非常好的锻炼，黄金动作，必须练这两个动作。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完成带我妈妈环游世界的梦想，就快了，等我环游完世界，说不定Oscar 就有机会了，开玩笑的，加油吧，一起加油。